小朋友喜欢一首歌，然后这首歌在他的脑子已经盘旋大概半年，都一直在盘旋，连他手机铃声也是那个，手机打铃也是那个，开电脑 YouTube 我的最爱也是那个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烟火这首歌，就是你要换，你们到底是为什么这么爱？而且我发现你手一直这样哎，你怎么了？不好听吗？啊，好吧，那我看你好了。我看你蛮镇定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觉得你好专注哦。你加我 Facebook 好了。他入你了。你啦。哈哈哈哈哈。加一下。你叫什么？我加你好了。我加你好了。好，黄丽妞。你根本都敷衍我啦。换 MSN 好了，都可以。好，我念给你哦。好。JUTTIGIEAN 456779269，记起来吗？念去。好了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喝一口水。其实我是好笑一趴的。刚才我收到一个加油的简讯，觉得蛮开心的，跟你们分享一下。是一个某乐团大咖。超大咖的，他唱歌都戴帽子，玩十年了。他我偶像了。我跟你说酷哥，他说酷哥。酷哥。刚一个酷哥传进去。酷哥。为什么酷哥唱歌戴帽子？酷啊酷啊，太酷啊！快告诉我，你还爱我？我要认真哦，用我最后温柔的祈求，给你我的堕落，给你我隐藏的脆弱，告诉我。
你还爱我，还爱我，还爱我。躲在黑暗的角落，让我彻底的放松，陪我看一场华丽的烟火。我的爱如此短暂，自除了你，没有人真正了解我。谢谢。都有一场，有一首更长的。我刚才突然想到什么？